I mean, as you know, he's a guy that play outside, so he would be like an example to him, a role model to them, that actually he got the courage to go out of his comfort zone. 咁啊，現時咧主理青訓嘅高黎路啊，當然鼓勵佢而家嘅學生咧，好似歐聰一樣，夠膽向外闖啊，到歐洲啊，或者翻中國大陸試一試啦。因為當年啊，高黎路同歐陽耀聰一樣啊，都係離開自己嘅家鄉巴西嚟到香港呢一度咧發展佢嘅足球事業嘅。咁啊，呢個夢想會唔會成為呢一班同學仔嘅目標咧？啊，話時話呢班同學識唔識眼前呢位大聲歐聰㗎？ 我第一次聽嘅時候係佢去歐洲踢波啦。喺我8歲嗰陣時啦，咁08年係一個東亞杯嘅決賽，喺香港大球場嘅，咁我嗰陣時就去咗睇啦。聯想自己第時可唔可以有咁嘅機會去歐洲發展呢個嘅足球事業啦？ 翻翻去以前所讀嘅中學，歐聰知道咗現時傑志同學校合作，令到上堂時間同埋考試時間都同操練配合。我以前就係練返完學咪練波咯，但係而家聽講佢哋係即係上緊堂都會特定喺一個禮拜有6個鐘啊嘛，係就俾佢練波啊嘛，同埋仲要係嚟到呢個咁靚嘅球場，同埋有咁多教練俾佢咁樣即係教，係我覺得係。 好有系統性啊！你點樣即係俾啲貼士啲師弟啊？即係我都想做一個職業足球員，咁你點樣指引佢哋行呢條路先？會同佢哋講，首先環顧下，譬如你香港球圈啦，而家咁樣，即係如果最強嗰幾隊，即係如果真正出場係有幾多個，即係本地玩咁咯。即係因為而家其實即係不單止好多入籍球員啦，同埋好多喺外國翻嚟嘅即係香港球員啦。 即係基本上，如果你話本地球員喺強隊，即係喺4支啦，喺東方啊、南亞嗰度可以站立到即係正選嘅有幾多個？外國等機會嗰陣時係好多比賽踢㗎嘛，即係好似我嗰陣時喺葡甲啊，係冇得出場，但係一直係咁踢友誼賽啊，佢會一直安排友誼賽啊，譬如預備組啲俾你踢嘅。即係嗰啲賽事水平都高好高嘅，係啊，都好高嘅，因為喺歐洲不停有人嚟試腳㗎嘛，你不停。 同嗰啲人試腳嘅一停，佢不停喺度練習比賽競爭，即係會揾個位留喺度嗰陣時，即係唔同香港啦。哦，會有一個好安全嘅環境，你咪喺度等咯，係咪先？即係你會慢慢會令到自己冇一個即係想進步嗰個意欲嘅。對於呢一班同學嚟講咧，好似歐聰咁有成就，就係佢哋嘅目標。但係對於歐聰嚟講咧，佢嘅目標仲未達成㗎。 心態上一翻到去就唔理啦，會搏咯，即係搏盡。因為中超個競爭好大，同埋個名額方面都係，因為你中甲咧就只可以註冊3個外援嘅，但係而家中超係4+1，即係4個外援加一個亞洲外援，即係基本上仲有一個外援係如果一定要坐後備添，即係所以唔好話出場啦。你話坐後備嗰個位都好艱難，爭得，所以係冇得諗噶啦，搏盡啦。想問下你成功嘅秘訣係啲咩啦？ 我想問下你踢歐洲嘅聯賽同本地嘅聯賽有咩分別？我想問咧，成功衝上中超咧，每個人有幾多獎金啊？嗱，頭先個問題我都係幫人問嘅啫，即係獎金大家都關注噶嘛，中甲升上中超有幾多獎金咧？你嗰隊？呢個就如果實質就唔講啦，可以講出嚟講咪可以買我幾架法拉利咁咯，幾架跑車咁。係啦，係啦。 點為之成功先？喺你心目中，成功如果喺我而家嘅，我要喺今年中超即係出到場，即係同埋有一個好穩定嘅出場，同埋有一個好表現咯。咁啊，跟住啦，柏軒咧，我記得佢問你咩咧，就係話踢本地聯賽同踢歐洲嘅聯賽有咩分別？即係可以講，你喺香港，你一轉身，可能一兩秒都冇人到嘅，但係你嗰邊你未攞波，英國人已經到咗啦，就係咁咯。如果講話生活方面就係。 你喺香港你有朋友有剩，講即係自己同語言，但你去到一個陌生，得一個，即係所有嘢都要適應過所有嘢，所以你有一個好大嘅分別，我覺得都係，即係無論生活同埋足球方面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咧，歐聰答完你之後咧，可能你第二日就唔記得㗎啦，所以你最好咧你自己去一次，咁你一世都記得。